和八铁兄弟创业能不能赚钱？今天把大志的父亲工具带到新店铺，这是他雕刻的中巴友谊牌牌，也会一并放在店铺里。虽然没怎么拍，但是每天我们都会去店铺里搞搞装修。这个店铺的押金是6000块钱，每个月的租金是2000块钱。之前租第一个店铺时吃过一次亏，2天能干完的活干了一个月。这次租之前跟房东约定好了，把地面处理好才算正式开租。这个店铺比较简单，之前是地板砖，但是质量不行，我们做家具再铺还会坏，所以直接让房东给铺的水泥地。房东干了差不多15天，在这儿能有这效率也很满意了。我们回头看情况要不要在地上铺地毯，因为这边店铺的普通装修没这么卷，我们店铺需要装的地方也很有限，把墙面不干净的掉皮的地方处理处理，柜子表面坏的装饰上贴上点壁纸，然后搞一搞卫生，搞搞电，基本上就完活了。我们几个人抽空干一会儿就行了，电工还是找的房东的修理工，危险的还是靠专业的人，我们就不搞了。这边买装修涂漆很便宜，一共才花了150块钱，买回去我们就直接干了。这活大帅也会干，带大家看看晚上的店铺，看灯光就能感觉出来，位置非常的不错，人流量也不少。大志说白天可以卖家具，晚上可以摆摊卖中国的吃的，确实不错。大志兄弟这段时间学的也很有头脑，说明真的有用，有想法就有机会。巴基斯坦门店开门都比较晚，一般11点钟才开始上人，看看这个客流量还是很不错的，剩下的再贴贴壁纸，安几个灯就可以了。这些东西都不算很贵，这种普通的灯一个20，然后又买了几个探照灯，特别亮，这种一个60块钱，回头可以接上电瓶，断电的时候可以用。这边的壁纸比较贵，白色的这一块100块钱，是他剩下的，摸着像壁布。老板说正常一卷300多，半卷就卖100。这个黑色的壁纸一卷也就100多。咱们国内这种质量的产品，价格应该在20左右一卷。剩下的就简单了，贴贴壁纸，搞搞灯，回头把大志父亲的雕刻摆一摆。剩下最大的活就是弄牌匾、进家具了。店铺好了，这两块也很快了。大志父亲来了有不短时间了，能感觉出来还是有点着急。他给我说过，没活干，为什么还要拿工资？他觉得我帮大志太多了，现在还这么帮他，他很感激我。大志兄弟人品好，也知道感恩，他对工作太敬业了。如果这种人每个月还拿着3-500块钱的工资，我看着都于心不忍，所以一直给他涨工资。而且后来没想到这拍视频能接广告了，虽然每个月还是相对支出不少，但流量哪来的我也清楚，帮帮他们也属实太应该了。既然大家也是从认识大志关注我的，咱就从大志开始帮，后面刘浩大帅都安排上，花钱我先垫，赚钱大家一起赚。好了家人们，我们再清理一会儿，这个店铺就算大功告成了，咱们下期见。